终于7点抵达马德里机场 T， 现在9点，2个小时赶到了火车站，时间差不多刚刚好。现在就准备搭这个火车去塞维利亚。2023年12月的最后几天，我从日本来到了西班牙跨年，在西班牙南部的几座小城为2023年画上了完美的句号。西班牙不光只有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值得玩，在体验了这次的西班牙南部之旅后，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西班牙南部才是这个国家的旅游精华所在。顺利抵达塞维利亚火车站，现在差不多中午12点，先要去酒店 check in 一下。塞维利亚是西班牙第四大城市，也是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首府，所以本次旅行我就以塞维利亚这座欧洲历史名城作为起点，开始探索西班牙南部的魅力所在。漫步在这座城市的街头，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道路两边随处可见种着的橘子树，搭配着湛蓝的天空，这道明亮的橙黄色也为城市添加了独特的美感。虽然已经是12月，但安达卢西亚冬天的气温白天依旧仍然可以维持在10几度，特别是晴天的话，坐在室外用餐也是件非常享受的事。西班牙的第一餐，我不意外地选择了来西班牙必吃的 tapas。 好笑的是，大概这间名叫 La Batola 的餐厅在亚洲的各个旅游社交平台上太火，所以店内用餐的竟然清一色都是亚洲面孔。不过有一说一，这间店的味道还是非常的不错，至少是很适合亚洲人的口味。难怪我竟然还看到有人开玩笑的留言说，这里的厨师大概是到亚洲来学过厨艺吧。差不多现在就走到了这边的大教堂，预约了今天下午要参观大教堂，据说这个是欧洲第三大的教堂。塞维利亚大教堂是世界上第三大教堂，仅次于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和德国的科隆大教堂。站在教堂前，确实能够感受到它规模的宏大。想要进入教堂参观，建议提前在网络上预约购票。教堂建于15世纪，取代了一座摩尔时期的清真寺，内部装饰豪华，有许多宗教艺术品，最著名的就是哥伦布的墓碑。前方就是哥伦布的棺木。然而更吸引我的则是大教堂的钟塔，因为可以登高眺望整座城市。塞维利亚大教堂的钟塔是穆斯林统治时期的一座清真寺宣礼塔，当基督教征服了塞维利亚后，
教堂被建在清真寺的遗址上，宣礼塔则被改建成了钟楼。宣礼塔原本的结构被保留，所以与欧洲其他教堂的钟塔不同的是，塔内用的是斜坡道而非楼梯，据说是为了方便马匹等动物上下。这里的观景台都是由铁丝给封住的，所以拍摄起来会比较麻烦一些。很多人在买年末的彩票，排队都是当地人。现在参观完了教堂，准备去到西班牙广场。明明是坐了十多个小时的飞机，辗转了好几座城市才来到了这里。原本以为会累趴下，但大概是因为旅行第一天的兴奋感，又或者是天气太好，景色太美，此时此刻的我完全沉浸在了冬季安达卢西亚艳阳下的幸福中。现在进来到了西班牙广场，这个世界上有好多西班牙广场，但是在塞维利亚的这一个应该是最漂亮的一个。这天气简直就是像夏天一样。这边还有一条小河，那边有人在跳 Flamingo， 西班牙的国舞吧。和欧洲很多城市一样，十二月底的塞维利亚会看到非常多的圣诞灯饰，
整个城市都充满了欢乐和色彩。街道、广场和建筑物上五彩斑斓的灯饰营造出梦幻般的氛围。同时，大街小巷里还会不定期地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如音乐演奏、游行等等。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欢声笑语，欢聚在这迷人的夜色中。像是一个圣诞集市在这里。晚餐选的是一间同样在亚洲游客中很有名的 Tapas 餐厅，不过在口味方面，我可能更倾向于中午吃的那一间，感觉更有特色。这间的味道就是普普通通，不过有意思的是，在晚上的餐厅居然又遇到了中午餐厅里看到过的几位亚洲客人，不禁令我怀疑亚洲游客在塞维利亚是不是都是参考的同一份旅游美食攻略呢？现在准备走回住的旅馆，晚上慢慢走进这些不那么热闹的小巷子，但是也很有味道。一大早来赶火车，今天要离开塞维利亚去戈尔多巴，不过火车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一个小时火车已经抵达戈尔多巴，非常的迅速。现在就准备先去酒店 check in， 酒店就是在火车站旁边。这次住的就是对面这一间 AC Hotels。 这个是从酒店的窗外看出去的景色，这对面就是一个给儿童游玩的圣诞集市，然后车站就是在这个酒店的斜对面，走过去真的只要步行三分钟。然后今天我到的时间只有10点多，但是因为他有空房就让我入住了。我手所指的这个方向就是科尔多巴的老城区，步行走过去的话大概20分钟左右，那边就基本上全部都是观光客会去到的地方。现在就已经从酒店出来，准备去这边科尔多巴的老城区参观，吃个午餐，然后应该会去这里最有名的大教堂，是一座结合清真寺和基督教的教堂。这边先要穿过一个公园，走到了一条商店比较集中的街区，这里白天人也很多，看这条街的灯饰，应该这里晚上也会很热闹。中午来吃这间叫
Taberna Salinas。 这间店里面吃的食客基本上都是西班牙本地人，味道做的确实还不错，但是它做的分量每一份都是很大，不是那种小份的 tapas， 所以如果两三位来吃的话就可能点不了太多。科尔多瓦是安达卢西亚地区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以其摩尔建筑而闻名。走在这里的老城，不难发现这里很多建筑都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科尔多瓦清真寺大教堂。它曾经是清真寺，在当地被基督教重新征服后，清真寺被改建成大教堂，然而却又保留着穆斯林的元素。这些马蹄形的拱门就是清真寺以前留下来的遗迹，穿过拱门就可以看到改建后的一个基督教大教堂忽然空降到了清真寺里面。这种宗教建筑的共存使得科尔多瓦清真寺大教堂独一无二，吸引着全球游客纷纷前来欣赏其独特之美。遗憾的是，由于没有提前在网络上预约，所以无法登上大教堂边由原先的穆斯林宣礼塔改建成的基督教钟楼来俯览科尔多瓦的全貌。不过误打误撞，后来在大教堂的不远处发现了坐落在圣彼得罗桥尽头的一座名为卡拉奥拉塔的城堡塔楼，也可以登高，于是在那里从另一个角度欣赏了科尔多瓦的美景。今天的计划是准备早上从这边科尔多瓦搭火车去马拉加这个城市，然后去拿车，下午会自驾去到西班牙南部一个很有名的小镇，叫做隆达。到了马拉加的最热闹的区域，这边应该有一个圣诞市场，但是现在是白天，可能也没有亮灯，晚上这边会更好看一些。这边就是西班牙最大的一个圣诞集市，哪怕是白天这里也都很热闹，街景确实装饰得非常漂亮。马拉加是安达卢西亚地区一座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位于地中海沿岸，气候宜人，吸引着大量的游客。不过由于时间有限，在匆匆走马观花地游览了一下马拉加最热闹的市中心后，我就前去机场附近拿了事先预约好的车，准备开始在西班牙南部的自驾游。在机场拿了车，租车开到距离马拉加20分钟的米哈斯这个小镇。
在这里的一个观景平台可以展望这里的风景。在去隆达的路上，我在米哈斯这个小镇吃了午餐，也顺道在这里做了短暂的观光。米哈斯是位于一座山脊上，离地中海海岸不远，房屋都刷上了白色的涂料，形成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这样的白色村庄在安达卢西亚地区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建筑风格。虽然这里也是一个旅游景点，但游客并不多。散步在这样一个风景宜人的小村庄，能令人真正陶醉于西班牙南部的悠闲氛围之中。赶到隆达的饭店，这个饭店它的位置非常好，可以直接看到隆达的这座标志性的大桥，而且房间外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露台。这里的价格也不贵，一晚上也就几十块欧元。也许你可能没有听过隆达这个地名，但是却很有可能在别人的旅行照片或者影片中看到过它的身影。一个坐落在悬崖边的白色小镇，海明威说它是最适合私奔的地方。隆达最地标性的建筑新桥横跨在深不可测的峡谷之上，整个城市就像建在空中一样。无论是站在桥上望下谷底，还是站在远处眺望着大桥，都极具视觉冲击。难怪隆达也因此成为了西班牙一个著名的网红小城。这个景色看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奇观，建立在岩石上的城市。我今天就是住在现在镜头里白色的位置。走在隆达的街头，会看到非常多亚洲人，其中又以韩国游客为主。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某部韩剧中出现过这里的景色，总之韩国人好像对隆达有莫名的向往。今晚的晚餐就去了一间在韩国游客的旅游攻略中非常有名的西班牙餐厅，结果毫不意外地被韩国人包场。这间餐厅里居然还摆出了韩国的装饰物，俨然已经成为了韩国游客来隆达必打卡的餐厅。不过这里菜的味道确实都还做得不错，难怪有那么多人口口相传趋之若鹜。
来到西班牙，当然要试试看西班牙的油条。第二天醒来后，特地去找了一间在隆达当地非常有名的早餐店，点了西班牙油条和热巧克力。虽然热量爆炸，但是拿着油条蘸这个浓浓的热巧克力来吃，真的是非常过瘾。吃完早餐，又在新桥附近逛了一下，短暂的隆达之行也就差不多结束了。总体来说，隆达因为其独特的地形，还是非常值得来住一晚，哪怕是在悬崖边拍拍照、发发呆，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抵达格拉纳达已经是入夜时分，上山看了夜景后，就去了当地一个购物中心里吃晚餐。大概正好是圣诞新年期间，商场里人声鼎沸，非常有节日的气氛。格拉纳达是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一座超有名的旅游城市，世界文化遗产阿尔汉布拉宫就是格拉纳达的著名地标，也是整个西班牙仅排在巴塞罗那圣家堂之后的人气观光景点。参观阿尔汉布拉宫需要提早预约，这次我约到了早上8:30最早的参观时间段，所以为了出行方便，就把酒店订在了阿尔汉布拉宫的附近。现在我就准备从我住的饭店走去阿尔汉布拉宫，大概差不多3-4分钟就可以走得到。订这个饭店也主要是因为它的距离非常近。阿尔汉布拉宫里的纳斯里宫殿是整个阿尔汉布拉宫里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它代表了摩尔建筑的巅峰之作，融合了伊斯兰、基督教和犹太文化的元素，呈现出伊斯兰文明在西班牙的繁荣和辉煌时期。建筑上的雕刻、彩绘以及花园的艺术，都可以看出摩尔时代的华丽和精湛工艺。位于阿尔汉布拉宫里的阿尔卡萨瓦堡垒是俯览阿尔汉布拉宫和格拉纳达的绝佳位置。站在堡垒的制高点，整个格拉纳达城市和远处的山脉尽收眼底。参观阿尔卡萨瓦堡垒，我不仅看到了它作为军事要塞的雄伟，更感受到了它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风华和荣耀。现在差不多12点，把几个主要的景点都参观完了。12点，整个区域内人更多了。
所以还是建议要预约，越早越好进场。下午我又去了格拉纳达的老城区阿尔拜辛，那里曾是摩尔人在格拉纳达的居住区，以摩尔式的狭窄街道和白色房屋著称。位于高处的圣尼古拉斯观景台也是远眺阿尔汉布拉宫的最佳位置。在结束了格拉纳达的两天游览后，自驾回马拉加的路上又顺路去了一个被誉为欧洲阳台的小镇内尔哈。这个在西班牙南部太阳海岸的小镇非常有地中海风情，也非常适合度假。总的来说，西班牙南部这些旅游观光景点真的都非常值得一来。亚洲游客在来欧洲旅游时最在意的几个要素：安全性、景点好玩程度、食物是否合胃口、消费的 CP 值等这几个点，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都可以非常完美的满足。所以下次大家来欧洲旅游时，不妨也考虑一下这个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来旅游观光的西班牙南部地区。